아이디가 아이디요? 刚从门口进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投喂各种动物，像熊呀，还有羚羊啊，这些都有。然后看到猴子那边的时候，就看到猴子抓着一把辣条，不知道是谁投喂的。然后当时有很多人围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，在讨论的时候，旁边还不断有人向里面投喂一些食物，什么蛋糕啊之类的。表象上看起来，目前猴子们动物都是蛮健康的呢。我们有兽医院的，所以呢所有的动物的一些状态啊，饲养员每天都会有做记录。那么如果它有一些反常的状况的话，它会直接报告给兽医院的。今天您喂了几个辣条，明天他扔了几个薯片，后天他那个的话，他长期积累下来对他的胃肯定是会有伤害的。所以我们主要制止的不是说他今天这个人是喂了辣条，今天即使他不是喂了辣条也是不应该做的。